放哪儿了？娘娘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呀？您倒是和我说呀！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的戴维没了。娘娘，戴维是谁啊？戴维是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，我刚刚从一个太监那儿买的大卫雕塑啊。我当是什么东西呢？这种东西丢了，咱们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这东西可不能丢，丢了是要被问罪的。那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？这个雕塑啊，是个带小丁丁的裸体。小丁丁为何物？就男人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东西在西洋人眼里啊是个艺术品，可放在你们这儿就是个违禁品。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别说是私藏的罪名了，搞不好还可能被杀头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今天飞毛腿来咱们县上宫取驾，奴婢就把一个盖着罩布的物件当成盛夏风光瓷瓶，寄到太皇太后那儿去了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东西要是到了太皇太后手里，可是要出大事了。